我先告诉大家是什么时候放的。对 ，OK， 对，这个是在他们讲到了这个2023年2月28号的一个 G News 的一篇文章，嗯，他正好放的是当时2月28号的大记，就是文贵先生直播大记录的时候，嗯嗯，有说到这个 H Coin to the Moon。有说到这个 H coin，嗯，然后他就开始是他先放了一个H coin 的 promotion， 嗯，就是我不知道你见过的那个广告片，广告片，嗯，就是一个宣传的一个宣传片，放完之后他才放的这个 H coin to the moon，嗯，但是他这个 H coin to the moon 我们知道这个歌词其实是很反共的，嗯，自由什么什么什么，嗯，什么压迫啊什么，嗯，但是在检方放这个音乐 music video 的时候呢，他没有字幕，他只有画面，嗯，因为作为美国人，他只能可能听得懂一句话，就是 H coin to the moon， 对吧？他其他都听不懂。但是这个检方没有做任何的陈述，也没有宣读任何的翻译，所以说我觉得他们是想用这个视觉上的这个显示出来的东西来影响，来给这个陪审团他对这个歌的理解、嗯。但是这个视频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 H coin to the moon 的这个 MV 啊，很多的这个画面呢是钱，是人拿着一大堆钱放在箱子里，或者是这个金币啊什么，就是。很 focus 在今天他们的主题就是这个钱上，嗯，然后我就看了一下这个 Nick 笑了，就要用这个画面来影响他这个感觉嘛，就是偏见嘛，嗯嗯嗯，对不对？但是我看了一下今天的这个陪审团，就是因为我们知道今天很累，因为你就一直坐着，然后一直看这个视频，嗯，就是很也很无聊，对吧？有些人比较重复性的，对，很重复。然后就这个人一直是这个，嗯，检方的律师在上面说，然后放视频，然后 witness 念那个翻译，嗯，然后放这个 MV 的时候，我觉得这个 jury 是有活起来的，就是我甚至看到有几个 jury 他是跟着这个 beat 他在动的，嗯，你知道吗？然后我看到的女生两位是笑的，嗯，是有跟着这个音乐在笑，你知道吗？嗯，所以说我觉得整场的气氛是非常相当好，而且文贵先生也是微笑的，嗯，文贵先生在放完之后就感觉他蛮开心的，嗯，战友都很开心，对，嗯，对，因为是今天这个事情是今天下午发生的事情，而且是下午刚开始的时候，嗯，因为上午大家都很沉闷，你知道吗？嗯，他在那念在那放啊，然后法官还问你想表达啥，你知道那感觉，你知道那感觉吗？你讲完了吗？哦，他说我讲了一半，下午一来，哎，调节一下气氛很好。他说了一个很非常关键的关键点，就是那歌词威廉王那 rap 从头到尾就是讲灭共，对，没有翻译的，我想明天很有可能再放一遍，对，再放一遍加上英文字幕，让陪审团看看什么叫真正的 H coin to the moon， 英文带英文字幕的 H coin to the moon 的 MTV， 战友们找一找啊，赶紧的找一找，找一找。对，因为很有意思嘛，因为检方放视频的时候，哪怕他不出原声，他会让这个证人去念这个 translation， 但往往反而是这个 music video， 他没有这个音乐的这个视频，他却没有让这个证人把这个歌词的这个翻译给念给大家听，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有意识的、非常故意的这样的一个选择。各种经济暴雷，房价崩得稀碎，抬起头前路一片漆黑。Welcome to the world, to the new world. Welcome to the world, let's fly to the moon. Welcome to the world, to the new world. Welcome to the world, let's fly to the moon.to the moon.
安全，对前沿加密技术出手，那你的财富没人能夺走。稳定币、浮动币，设计天下无双，还有20%黄金挂钩，摧毁不停压榨你的机器，从此不再做金钱的奴隶。洗联储的大门永远敞开向你，前途光明就在洗币。 Welcome to the world。